我们自己人都很少谈这些事情。
导致了这一个环境的这个破坏等等。所以这一个经济环境还有社会这三个体系如果要均衡发展的话，这跟这个能源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西方这一些工业先进国家呢，就特别关注经济发展，所谓 economic development， 能源节约 energy conservation， 跟这个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三者之间的这一个平衡关系，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三一的问题 ，triple E 哦。那么可以看出来，这个三一的问题乃是永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所以，大概从1990年代啊，世界主要的这个国家呢，都积极去制定与环境友善的新能源政策。那么从过去啊，早期都是开源，重于节流。那1990年代以后就转为以节流为主啊。那么在节流方面，当然就强调节约能源以提升能源效率；而在开源方面呢，是强调要推广新能源跟再生能源哦。那么所以在1992年啊六月间，巴西里约举行的第一次地球高峰会议的时候啊，永续发展其实是与会155个国家所共同关切的焦点。那么十年后，在2002年的八月底到九月初，在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的这个 Rio Plus Ten 啊，里约加十这个世界高峰会，更直接就称为永续发展世界高峰会，哦，这个 World Summit， 哦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哦，那么这个就表示大家对于这一个永续发展呢是非常的这一个关心，哦，那联合国大会呢一直以来也都非常关切这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来讲有26亿的人啊，26亿的这一个人口呢，依赖传统的生殖能来吹饭跟取暖，有13亿人没有电可以用，哦，那么这一个联合国大会事实上他们体认到提高能源效率，增加这一个新能源与再生能源的使用，是攸关消除贫穷与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的这个落实。所以在2012年的12月21号第61次全体大会的时候，就决议宣布从2014年起，称为人人享有永续能源10年，这个是2014 to 2024 decad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 那么联合国做这样的这一个宣示呢，基本上就是要去鼓励各国的政府呢以及相关的国际及区域组织啊，在各层面去努力创造和发展有利的环境，确保推广和利用新能源跟再生能源啊，以及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等等。那么这样子可以这一个较长期的来满足啊我们这个人类日益增加的这个能源需求，那希望能够实现人类有序发展的这个目标。好，那么从这里啊，我们看就是说，联合国这一个所谓人人享有永续能源10年，
这样的这个宣誓，其实它是在凸显人类永续发展，追求人类的这个永续发展是当前国际社会的这个主流价值。这个东西其实应该给台湾带来令人深刻反省的这个启示。也就是说，国际上其实从1990年代以来就积极在发展新能源跟再生能源啊、哦。那么可是我们看看这个国内这个马政府，其实一直是以国际潮流背道而驰啊，从这个2011年的这个能源发展纲领政策，其实呢是要扩张核能发电。那目前在筹划的全国能源会议，这个议题呢早就预设立场，也是要拥抱核能，企图啊这个核一、核二、核三厂啊要严厉哦。那么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因为这个是违背国际潮流。那么针对这个联合国这样的这个宣誓，在追求这个永续发展，那么这一个促进各国积极使用新能源跟这个再生能源，台湾环境保护联盟觉得台湾事实上是不应该这一个落后太多，所以我们也希望来这个主办一个民间的这一个能源会议，积极来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那么今天这一个环保茶馆，我们就特别就这一个议题啊，气候变迁与再生能源来提出这个报告。那我们今天啊很荣幸邀请到两位这个主讲人，第一位是徐光荣教授，他是台大大气系的教授，也是我们这个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这个前会长，那么也当过几任的这个学术委员召集人、哦、那么第二位是我们这个也很荣幸邀请到财团法人戴延辉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周美惠女士，她是我们国内的环保阿爸，这一个也是长期以来这一个积极在推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身体力行，对于这个风力发电以及太阳能发电的这个推动，现在还包括地热发电、核电发电哦，这个推动呢是不遗余力。所以今天啊，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这两位这一个主讲人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一个研究的成果。那么我们现在就先请徐光荣徐教授来为各位报告，徐教授请。那我是用投影片的、哈，我用投影片，所以你们坐那边可能看不清楚，不好意思。真的，你那边看不清楚。那边也有，好，那边也有。哦，那边也有 ，OK。好，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讨论的哈，我当然今天也来的人不多，其实我希望更多人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台湾对于气候变迁问题的急迫性非常的没有概念。那因为这个气候变迁，应该没有了，这个是没有变的。气候变迁的这个问题的急迫性呢，我们政府跟这个媒体可能不清楚，但政府
淡化，所以我跟各位先介绍这个气候变迁的严重性。那国际上面的一些再生能源的目前的进展，大约提一提。那再生能源的部分呢，就是周老师比较详细的讨论。好，下一张。基本上我的大纲大概是这样子的哈，气候变迁的这个国际的协议的进展，跟各位报告一下，然后困境跟可能，然后基本上是基于跨政府气候变迁研究小组的第五次评估报告，还有就是联合国的环境组织的最近的报告，那告诉我们，因为这两个都是蛮官方的，官方的报告不会走得太前面。那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报告告诉我们什么？好，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了。然后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21世纪再生能源政策国际联盟，REN21这个组织稍微介绍一下。那我们台湾的参与，然后大概介绍一下台湾的气候变迁政策跟环保再生能源的发展。那最后，假如还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讨论说，我们大家可以做什么？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政府不太做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样。好，下一张。那基本上是一个大概的介绍了哈。这个是上面的是二氧化碳的浓度，下面是温度的记录。这是从同一个这个南极的冰柱里面拿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两个的相关性非常的好。那基本上呢，上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变化呢，是从200到280。好，这个是在过去冰河跟非冰河时期40万年。好，低的时候呢，二氧化碳只有200，高的时候280个 ppm 这个单位。那温度差几度呢？下面这个是温度，温度大概差了摄氏5到6度。好，那本来呢？本来那个零是现在，就是最右边那个点是现在，没有用，好，没关系，啊，最右边的点是零是现在，那其实是工业革命前。本来呢，照过去的记录是，我们的地球要进入冷，要进入冰河时期，但是没有，就发现我们的温度不断的在升高。那我们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呢？我们刚刚超过了400 ppm，也就是说比工业革命前呢。加上其他气体的话，已经多出来差不多170个 ppm， 所以过去是80个 ppm， 温度增加5到6度，现在是增加了，已经哦，目前是已经是增加了170个 ppm。好，那不知道温度会增加几度了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即使我们稳定在这个浓度的话，这个温度的改变还是一直持续的，它不是停止。好，下一张。那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的温度增加其实是越来越快。好，这个是从海跟那个陆地的记录，这是实际的测量的哈。好，下一个。那国际间气候变迁讨论大概是这个样子。第一次这个跨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就 IPCC 的第一次报告在1990年出来。那同年呢，全球举办了第二次的 Climate Conference。World Climate Conference， 那这个主要都是科学家，Nature Science， 主要参加。那他们也觉得二氧化碳的浓度在大气不断的上升，那会对整个地球的气候造成改变，所以他们认为这样不行，一定要有全球一个共识来去控制这个二氧化碳的增加，所以希望能够推动一个全球性的 Framework Treaty。那所以1992年。九高峰会的时候呢，工业国家就同意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回到1990的浓度了哈。那同时大家都同意成立这个所谓的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UNFCCC 了哈。然后到了1995年的时候，这个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出来，同年呢，这个UNFCCC 第一次大会，就是大家虽然都同意参加。但是要签约嘛，等等，所以第一次的大会是1995年才召开。那召开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工业国家虽然说承诺要把二氧化碳减量，还有其他气体，结果没有一个国家做了哈。所以怎么办呢？就说再花2年的时间，大家去讨论一个新的议定书出来，要大家都
这个工业国家都遵守，而且是有法则的哈。那所以1997年，就活动很多，美国的参议院呢就有95-0呢通过了一个叫 Byrd Hagel，Hagel 其实是刚下台的这个国防部长 Chuck Hagel 的东西，虽然是美国的。对，这个 Byrd Hagel Resolution 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年底1997年年底要签的这个议定书里面，假如没有谈到开发中国家的责任的话，你就不要给我送到参议院来，参议院不会通过。好，所以这个东西呢还存在，这个 resolution 还在，所以美国没有办法去 ratify。好，所以好，下一张，1997年，哎，这个是联合国的架构了哈，气候变化高峰会的架构。好，下一张。下一张的 IPCC 我们花时间讲算了。那1997年呢年底就签了这个京都议定书，它就规范了这个，主要是对工业国家，没有谈开发中国家的任何一个字了。那它控制的是这6种气体，然后呢他说这个工业国家列在第一个附件，所以我们就叫它附件一国家，会平均在2012年以前呢要1990烧5.2%。好，没有规范开发中国家，假如你自己国家里面减量不行的话，你可以去跟人家买，或者是合作计划去减量，或者是跟开发中国家透过清洁发展机制 CDM 去做减量。那 CDM 计划里面是排除核电的，就是工业国家不可以去开发中国家去盖核电厂去抵碳，这个是被排除的。那1997年这个议定书，高尔有去签约，美国有签约，但是 sign 任何国际公约签约是不算的，要送交国会去 ratify 之后才可以证实说你这个国家算是参与。那因为刚刚提过参议院的这个 resolution，所以美国虽然签了约，但是政府一直不能送议国会，啊，一直不能送国会，啊，所以美国总统呢就在2002年复选的时候就退出，那2005年的时候京都议定书才生效。然后呢，本来说因为京都议定书是到2012年就结束了，所以他们呢就说，哎，那下一个议定书呢，本来预定在2009年。在哥本哈根会议的时候就要产生新的议定书，结果一团混乱，所以就破局。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就提出来增温不超过2度的概念，所以2010年的就是第二年的在坎昆，这个墨西哥的坎昆的会议里面呢就达成了共识，就是大家同意气候变迁减量的目标，就是希望增温不会超过工业革命前的2度，就是不会比工业革命前多2度。那我们现在已经多了差不多0.8了。下一张。那增温不超过2度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才会不超过2度呢？科学家就去算了哈，算了空气里面有多少二氧化碳的时候，增温会是多少？那唯一能够满足的情形就只有第一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这个增温的范围呢是在2度到2.4度，那这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呢？350到400，这个单位叫 ppm 啊。那假如加上其他的气体呢，就是445+490，这个叫做 CO2 equivalent。所以大家注意，以后都看李远哲讲话讲什么。李远哲呢讲话就搞错，我不知道谁给他讲的话。他说我们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400，离450 ppm 还有一段距离。错，我已经跟他讲过2次了。好，没有用。二氧化碳就痴呆了。他一直讲的是，人家全部讲的那个浓度是450 ppm CO2 equivalent， 是所有的气体加起来，是二氧化碳加其他气体是450。假如纯讲二氧化碳，现在已经到达那个 upper limit，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人的最高排放年呢，就是在最后的第二倒数右边的倒数第二行，就要在2015年，就是今年之前，达到全人类排放。
放的最高峰之后就必须要减量，啊，然后到2050年要的时候要减更多这样。下一个，这才是2007年讲的话哈。那所以 IPCC 的那个时候的建议就说，啊，2015年前的人类的二氧化碳要排放要达到最高峰，那2050年呢至少要比1990少50%。2050，那假如我们认为工业国家已经发展得不错了，那开发中国家呢，我们认为它还贫穷差距很大哈，所以让它可以排多排放一点。这样子的话，工业国家呢，在2020的目标就要比1990哦少25%-40%，然后2050更减少到85%-95%，其实就是你不能再排放太多的二氧化碳。好，那基本上呢，大多数的工业国家都还蛮同意，大部分的承诺是2050年，那我们待会会看说他们2020的目标。那所以好，下面其他的就不要细节的过去好了。好，那有人要的话，我们的 PowerPoint 给你了哈。那基本上呢，这个目前大家谈论的困境啊，哈，一个是说工业国家的减量是不够的。这个表里面呢有两行的数字，第一行呢就是京都议定书里面各国的目标，这都是工业国哈。然后第二行呢是2020目前他们提出的目标，那大部分都是官方已经承诺的。那日本的目标就蛮好玩的，日本的目标是在民主党的时候定的是比1990少25%，然后呢自民党最近上台之后呢就把这个目标改了，就变成比1990还要多3%。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总共他们的减量合在一起呢，大概是只有就是倒数第三行了哈，总共比1990是比少了12%-19%，是跟比 IPCC 的建议还有蛮大一段差距的哈。所以第一个是工业国家的减量不足，所以开发中国家也抨击这个工业国家。好，那第二下面一张呢，就是高排放的工业开发中国家要不要减量呢？这是荷兰一个智库的整理的资料，基本上呢是这样子，1990到2010年的时候，这个都是绝对量哈，不是比例，所以全球的总量呢从227亿一年啊，增加到330亿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那增加103亿里面呢，有64%左右，65%左右是中国的增加，啊，所以开发中国家的增加是非常的快，而且有点恐怖了哈，增加的太快，工业国家基本上是稳定，而且有点慢慢在下降，虽然有的国家稍微有点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不多啊，而且全球排放前20名里面呢，有8个是开发中国家，而且这些都增加的很快，所以开发中国家，尤其是大的不减量的话，工业国家其实是没有。光靠工业国家减量是没有用的哈。下一张，那所以2009年新议定书破局，那大家就认为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那我认为是欧盟跟那个小岛国家还有一些极低度开发国家后来联手，所以在2011年的德班的会议的最后一天，本来大会就是南非的主办人已经提出来他一个会议的这个结论。那欧盟小岛国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单位呢，其他的国家的代表就开始提出异议，就认为说这个主席哈，就是南非的这个主席呢提出的这个太没有这个野心的目标，这个对气候变迁的这个控制一点都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南非的主席也蛮有意思的，就说啊，那好，那回去再谈好了啊。所以这会议呢就加长了36小时，加长36小时，居然就得到一个蛮好的结论。这个结论呢是说，就是在所有的就是新的议定书呢，要在2015年以前制定。所以我这边写的蓝色的了哈，
然后呢，在2020正式开始实施，而且是 apply to all， 就没有分工业国跟非工业国，就是所有的国家都一体，就都要接受这个新议定书的规范。那这个是德版会议的一个非常就是令人惊讶的一个发展。所以现在的讨论呢，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个德班会议的结论，啊，然后下一张，啊，所以现在的讨论呢，就是今年底在巴黎开会，已经地方都定了哈，啊，会不会有新议定书的出现？那本来好，啊，譬如说像台湾的很多所谓的学者啊，都认为啊，不可能，不可能了，啊，哈。那哎，美国也不做啊，中国也不想做啊，好，什么什么都不想做。那我们反正因为大家都不会做，所以我们也不要做了。其实不是这样。美国大家虽然说他退出京都议定书，他也没做事，他其实做了蛮多。譬如说，2005年开始在小布希的时候，就通过一个这个 renewable fuel standard， 就是再生能源燃料的这个标准。就规定每一年运输用油里面要增加的这个升值酒精量，所以到了前年底的时候，美国的路上的车里面已经有10%的这个燃料是升值酒精，而且其实因为他们经济没有想象那么景气，所以这个卖油的业者呢，甚至觉得说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好，所以现在正在讨论说，要不要修，因为它是每年规定的量，啊，有多少量这样，是不是要稍微的暂缓之类的。那美国呢，在去年中的时候就宣布，所有的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30年以前比2005年少30%，啊。然后，而且美国的这个页岩气加这个再生能源迅速的发展，其实发电的二氧化碳已经比1990少了15%了。然后另外呢，欧盟在去年底的时候，不只是2020的目标，它定了所谓2030的目标，温室气体的排放呢要比1990少超过40%，成员国了哈。然后再生能源是提供27%的能源哦，不是只是电哦，啊，是27%的能源，能源效率要提升27%。好，那这个再生能源发展的蛮好的，这个丹麦呢，他说他2025年的时候要停止煤的使用，啊，那他说2012年的时候，他的温室气体已经比1990少25%，那2020的时候会少40%。那中国呢，其实中国也有行动，所以在去年11月的应该是 APEC 会议的时候，中国的这个习近平跟那个奥巴马呢就达成一个协议，有公开了哈。那美国的目标呢，提高就是2025年以前呢要比2005年要少26%-28%的二氧化碳，那比他在这个哥本哈根的承诺就是2020减14%-20%要高很多，啊，然后中国呢则同意说2030年以前的时候，它的排放会达到最高。当然有人怀疑说中国会不会现在开始就猛增嘛，哈，然后增加到真的很多了，就一定会减少。那不过中国这个条件里面呢，还有说它的能源要有20%从再生能源来，好，所以显然是还有相当的诚意的哈。那我在别的地方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就有人笑了，说，啊，我们台湾就不要管人家嘛，人家做人家的，干我们什么事？好，干我们什么事？那要了解为什么人家会做这个事。这些国家绝对不会是因为啊，我要保护环境，不会是因为善意或是良心或者是什么来做这些事。他们一定做过很长的评估，很久的评估，一定是利于
去做这些事，做这些事对他们自己国家有好处才会去做，绝对不会说我们常常讲的很大的什么道德诉求去弄这事。那问题是说这样子谈了半天，多少的减量才够控制增温不超过2度呢？好，下一张，在这个IPCC 的第五次评估报告里面啊，基本上它是说，我们呢从工业革命前1750年开始算的话，我们呢燃烧化石能源、做水泥、森林砍伐、土地开发等等，人为活动已经大概排放了差不多2兆公吨的二氧化碳，哈，2兆公吨。那这些呢目前留在大气里面的大概是8800亿公吨，这样子就足以让我们的温度增温了。他说我们用这个科学方法来算的话，假如我们要增温不超过2度，我们人总共能排放多少呢？总共把一些东西去掉的话，我们总共只剩下3兆2000多亿公吨可以排，就是总共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但是我们已经排放了差不多2兆了，哈，所以还剩下1兆2000亿多公吨，那可以排多久呢？好，可以排多久呢？2002到2011年每年平均排放是304亿公吨，那再加上土地的使用，好改变啊、砍树啊等等，那每年还增加333亿，那么而且这个排放的速度其实到现在为止都一直是在增加中，就是每年比前一年还要多，所以2011年就348亿公吨，所以想想看，大概30多年不到就这个 quota 就排完了，照目前的速度了哈，这个 quota 就用完了，之后任何一公吨都是过多，那急不急迫？急迫。下一张，这个图算了，我每次要解释半天。好，那刚刚讲的是 IPCC 报告，其实真的你去看 IPCC 报告看得头昏脑胀，因为他讲了很多。那所以这个联合国环境组织呢就出了一个 Emission Gap Report， 他现在每一年都会出，他就是说到增温到不超过2度的差距有多少呢？他就说这个 IPCC 这个报告呢是一个 budget 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大概剩1兆左右的排放空间，那这1兆多的排放空间要多久排完呢？假如我们现在就开始就排得很少，或许还可以用100年、200年，好，可是假如我们现在增加排放增加得很厉害，好，不是30年，可能20年就用完了，这样，好，所以他认为呢，基本上什么时候要达到碳中性？碳中性这个名词哈，讲起来大家都没什么感觉，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能排放任何1公吨，好，碳中性的意思，好，虽然那个名词我觉得有点一个误导，就是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名词跟你没什么关系，好，所以全球二氧化碳呢，他说这联合国环境组织说的了哈，2055到2057年达到碳中性，就是排放降到零。所以差距是多少呢？现在各国工业国家的这些承诺，就我们刚刚看那个表，假如大家都遵守承诺不作弊，那这样子的话2030年的时候的差距呢会在56到总排放量是这样子，那差距呢2030的时候呢差距是26 gigaton， 26 gigaton 的话是它是这一年了哈，就是260亿公吨，26 gigaton 是260亿公吨，所以到2030年的话，那个差距就会在就是排的量过多，要比这个增温不超过2度的要多出260亿公吨，但是呢，假如我们真的很认真去做的话，提高发电效率，改善建筑，他说还是很有希望的。那另外一个组织就是说，其实2040年之前，我们就可能把这个budget用完了。2040，可能我不在了啊，可能我不在，可是会有很多人在。
希望说，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最近的气候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好，那变化越来越大。当然不只是说我们人的这个感觉，我们的粮食、其他生物整个的体系会整个乱起来。好，那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预测，或许有一天我们出门雨伞什么什么都要带，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会刮风、会下雨、会干嘛。好，所以会不会变到那个程度不知道。好，下一张。所以也迟迟不行动呢，就会你假如现在不开始改变，那你很多的设施就一直 lock in 在这种高耗能、高碳的这种产业、这种技术，啊，那以后要去改的话，成本就会增加。你假如现在要改的时候，你就把正在改的东西慢慢都改掉的话，你的成本就不会增加了哈。所以基本上呢，这边讲的这个迟迟不行动的后果，我觉得是台湾的写照了哈。我们现在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们现在所有的能源政策等等，其实就跟30年前是一样的。那我们还盖很多的大型的燃煤电厂，那基本上大家已经现在越来越多人讲，不是只有环保人士哦，是银行界、J.C. Morgan 这些讲说。二氧化碳，尤其是煤，好，会排煤的这个烧排二氧化碳很多的煤，至少80%是留在底下不可以开采。好，那下一张。所以再生能源跟核电的这个趋势跟预测呢，其实这个是REN21做的简单的报告了哈。他说核电是这样，从1951年真的一个商用核电厂开始。到2011年的时候，发展60多年，核电总发电的装置是500个吉瓦，再生能源风跟太阳能其实是21世纪才真正开始的。虽然我们说1990有人说要做，但是真的开始发展是最近十几年。但是现在加起来呢，已经超过，我说装置容量哦，装置容量已经超过核电，在2010年的时候就超过，但发电量是没有它那么多了哈。那所以2013年的这个 IEA 的世界能源展望里面就说，2035年的时候，全球的发电里面会有31%是再生能源，仅次于燃煤发电。要知道 IEA 是一个非常保守、非常喜欢核电的组织哈。他把核电政策摆到后头去了，那是他不得不说的话啊。好，下一个。那过去 IEA 做些什么事情就被大家抨击得很厉害。绿色的呢是真正再生能源的风力发电的发展，可是这个每一条线呢都是 IEA 每一年做的世界能源展望，一直做到2007年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低估风力发电，甚至现况已经超过他的预测，他还讲人家很低，所以 IEA 呢就被大家极力的抨击，所以这个欧洲、美国这些 OECD 国家呢，就另外再成立了一个组织叫 IRENA，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那IEA 自此之后才开始真正的正视再生能源这件事情，因为他很怕他的工作被人家抢走，所以他就开始正。下一张，那即使现在 IEA 的这个 World Energy Outlook 里面的绿色的那个部分都是再生能源，一看到再生能源的这个比例呢，就远比核电跟煤啊这些的发展要来得大。就是它的预测里面，下一个。好，那我们最近环保联盟参加了这个 REN21 这个组织 ，REN 是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啊，那这个组织呢，基本上就是很多的对于再生能源发展很抱以很高期望的这些国家、组织、非政府组织组合在一起的，所以它的成员有政府成员、国际。非政府组织还有我们有500个会左右的提供者，那我们是去
我们本来以为他会用什么名义，结果他居然也同意我们用，他居然用 Republic of China， 真的是让我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同意我们用台湾 Republic of China 加入。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上他的网页，他每年都会出一个 renewables 的这个 global status report， 好，报告进展。下一张。好，那基本上呢，他就会谈说，我们2012年的时候有多少的能源来自再生能源？当然，9% 是传统能源，10% 是新的能源，哈。那电。电是再生能源增加最快的部门，那基本上包括水利的话，应该是1000个吉瓦，然后2013年的时候，太阳光电的增加量超过风力，那太阳光电呢是每年增加55%，那全球发电装置增加的这个比例里面有56%是再生能源。慢慢现在已经开始不需要政府的补贴了。下一张，那基本上再生能源的指标是这样，它是2004年跟2013年来比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装置容量增加很多，水力的增加是有，但是增加最多的呢是光电跟这个风也是风增加最多的。那投资的这个部分呢也是。增加了很多的，那基本上呢，这个是我们的整理，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个投影片可以提供啊。好，下一个，基本上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他说10年前的时候，欧盟还有加瑞士、挪威这些国家增加的发电设备里面有80%是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可是最近的6年增加的。绝大部分都是再生能源，2013年呢增加了27%，72%是再生能源。那这个投资呢，虽然光电在2012年，前年比2012年少，但是太阳光电还是增加。那再生能源最多的国家，丹麦有33%的电是来自风，西班牙是21%，意大利是8%。那有意思的是说，有蛮多的人现在已经是在100%再生能源的社区里面，德国就有2000万人活在再生能源的这个社区里面。不好意思，我们开始的时候晚了15分钟了哈。你尽量讲，好，下一张。那这是我们参加的时候，这个因为德国政府非常支持这个团这个组织，所以我们会场呢是波昂以前的国会这个会议厅，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那个以前就是议长坐在这个狮子的前面的老。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仰赖进口。用量太多，效率低，用电量过高。我们是全球每个人每年用电量目前是排名全球12名，那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卡达、沙烏地阿拉伯这些国家。那我们还说我们还要再增加，那我们还是用高耗能产业为基础，然后想依赖化石能源跟这个核电，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花费13%到15%的基础。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节约能源跟因应气候变迁的实际措施。下一张，那基本上呢，这是我们跟其他国家的比较。下一张，我们的能源供应呢，占我们 GDP 的这个百分比呢，在2008年最高15.5% GDP， 最近也都还是10%，非常非常的危险。日本不到5% 的 GDP， 美国可能3% 的 GDP， 然后美国现在开始有资产能源，会慢慢慢慢降到自给自足。下一个，那我们能源密集度的贡献，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表。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统计资料在2011年改过了，所以过去呢，我们说能源密集产业呢，大概消耗我们全台湾1/3以上的能源，然后呢，创造的 GDP 4%。然后我们的政府呢，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呢，就把统计方法改掉了。所以改掉之后呢，我们的能源密集产业呢，就变得好像非常有效率。现在只用我们台湾1/5的能源，啊，尤其改变最多的呢，就是化工业。化工业呢，本来用的是我们27%的能源，经过统计资料改变之后呢，就只剩下10.4%的能源消耗，哦，其他去哪里了？其他去到一个category 叫做其他，剩下来的都跑到其他去了。所以本来的其他呢只有30%，那现在的其他呢就有差不多2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转变。所以你看现在能源会议里面做的能源效率的报告啊等等，它都是用改过的统计资料去做的。好，下一张。那发电设备的部分呢，reserve margin 非常的高，啊，那基本上核电占这个 capacity factor 里面就是占那个装置容量有10%左右，啊，那我们 reserve 假如核电没有的话，至少还有7.5%，啊，好，下一张。那我们的电力供应呢，基本上是这些了，啊，我们的风加太阳能。2013年的时候加起来是0.78%，也就是总共再生能源到现在还不到1%的电力供应。下一张。那电力消费呢，基本上是工业加上能源部门自用就已经差不多6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可以节约的空间了。那我们的政府的这个政策是这样子，我们预测2025年的用电量呢会持续增加，会比2011年多40%到45%。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每人每年用电量排名很前面的，那我们现在说我们还要再增加，我们可能会超越美国。好，那我们现在核四是虽然是封存，但是呢核一核二又在考虑要点。封存不表示它将来不会用，所以为什么会有干式储存、境外再处理的这个想法？那大家其实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正在盖的燃煤跟天然气发电厂加在一起有大概是9个吉瓦，这是比核1、2、3、4加起来还要多。那我们已经有快20%的这个备载，再加上这个9个吉瓦都上来的话，那我们的备载不知道变多少。那我们温室气体的减量目标呢，是2020回到2005，2025回到2000年。那我们实际的行动其实不多，啊，耗资更换的 LED 这个是我觉得唯一是有成果的。其他呢就是所谓的种树啦、骑脚踏车啦、吃素救地球、随手关灯、拔插头，另外就是提高油电价。那有没有什么政策呢？好，很少。那我觉得其实政府不做的话，我们大家其实应该来谈谈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做些什么。因为现在的政府不做，可是国际的情势、气候变迁都还一直在持续，假如我们不自己想办法开始处理，有赖只是仰赖政府的话，那变到不得不面对的时候是非常的难，而且非常的就是大家的供应啊等等都会非常的辛苦。好，所以应该最后下一张，这是我们的再生能源的回购费率。所以其实再生能源我们政府并没有给人家很好的价格，那你看风力发电一度才2.6块，哪里贵，一点都不贵。那今年的这个费率我没有把它列出来，今年的太阳光电的费率又在往下调，所以其实并不是真的是并不非常友善。那其实调的另外一个意义也就是说，其实租赁自己来做也 OK 了哈。假如你用电很多，那你的太阳光电你可能
政府，你把你的高峰给抵掉，其实也算赚了。好，那我们这个可以待会有机就会发详细。节能我只提一个哈，我们完全没有做建筑的节能。这个是纽约帝国大厦改装，改装了之后呢，用电量，这个蓝色是用电量，用电量减少了38%。然后呢，它的这个红色是它的那个租率，租率，快接近90%。所以那么老一个建筑，可以做节能，节掉差不多38%的能源。我们台湾在建筑上面做了什么 ？Zero， 李鸿源一天到晚骂别人，他自己做内政部长是不是可以做建筑的？对，他会不会？他会不会做建筑物的能耗的控制，或者是他想办法来告诉大家，或者鼓励业者来做什么建筑绝缘的设备，让我们的冷气比较少漏出来，或冬天不需要那么多的暖，因为这些都是可以做的。这个一节约也是一个不少的，而且可以，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你可以创造 local 就业，我们家里改装不可能去请外劳来改装啊，那这些材料一定是当地在我们这边做的材料。那德国就是说它节约能源，发展再生能源，就创造了600,000的就业机会，这多好。那我们还依赖说要只给台电工作机会，还要把钱拿去给沙特阿拉伯、给澳洲，为什么不给自己的老百姓用？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徐教授哈，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问题，非常这一个深入的这一个说明，然后把这一个台湾过去在这一个发展再生能源以节约能源方面所做的这一个怠惰的这一个情形哈，都有很详细的这一个交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周美惠这个阳光阿妈，有一杯热水，热水较好，对，阿妈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热奶。哦，是，我看，你要不要喊？我是那个都是图片讲吗？这是全部，我都是图片，帮你画，不然我会重新来，画下去不必了。这边只有咖啡。我买一箱开水。不是，热水就好。这咖啡 OK。哦，对，咖啡也有热水吗？你咖啡用什么泡？是不是热水？没有，它已经泡好了。那一定不够热。对，不够热。所以它一定有热水拿的。在楼上。一点不够热水。用那个马克杯再看一下。已经上去了。啊，是。那你拿马克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86岁表，就是那个德国的那个。几乎我认识的那些朋友们哈，就开始全部投入，
教授们，不是只有立法，他们投入了，投入自己自这个学校，他说他只有五到十年，真的不够。巨蛋
得他们政府机构在做各种不同的公共建筑的时候，学校一直教你的，不是做 paper， 就是把他们的图弄出来，一直在去检测的材料，就回收出来的时候的所有的废弃物，怎么再去做新的建材，那叫做建材。所以你看到，然后他们这个设备哦，是这个是技术学院的设备，你看到吗？工研院有吗？没。我们今天中研院也没，所以它只花在那个技术学院的，我们的设备就是这样，全部要 test。你看木头，那个木头不是人骨，也是回收出来以后整合起来以后，新的一个 new 新的一个 recycle 的木头，可是你要强度对不对？要建筑啊，就这种机器去测，够不够？不够，再想办法再去研发。这个就是我们姐妹校是一个技术学院而已，就有这样的设备。台湾在做什么？我们花那么多钱，养教育不必了，拆掉就可以了。那中研院不必，也不用医院的拆了。所以这个不好吗？那花多少钱养这些人哦？连这个都没，他不要力气，你都磨，你从家里把你看，他要压压加上去，看看他的那个韧性力，所有的全部都有，而且用电，那个比较方便，比较电方便，够不够？可以花多少度的等怕断了就不行，我们这样怎么样？哦，一样，钢也是一样。那我们钢构有一个问题，当它生了哈，在锁，当那个锁的地方久了以后摇了以后哈，它就会松，我们叫做阿缩比，这我们叫阿缩比，这个是不行的，危险的。所以他们又弄出来了，他们又研发出来 super steel， 说 super steel 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学校的建筑系一起弄出来的，所以他们才可以盖那么多的巨蛋，盖那么多的这些建筑物。他们不怕，可是他们也不会盖到我们那么笨，盖到那个101那种东西。他们在干什么？地震带，我们没有地震就不想盖了，没用嘛，吓死人了。他要盖的是能够容纳一家人可以用的。好，那这个还有一个，这边从材料看起，他所有的玻璃要回收，回收以后不是做了一个去做工艺品，他们做这个，那为什么？他的那个水泥还是要最低级基层料，所以他这边很轻的。轻量的，所以自从我们发生的那些921啦，不是之前啊，日本的房子地震开始，他们吓到了，他们觉得，所以日本人先去，他们拜托他们合作，想办法研发，所以他们在一直研发这个出来，你看看，因为我们一定要学地基啊，可是他们我们一定要轻量型，不能再重，所以他们就研发了，他看到啊，把那个玻璃，为什么玻璃也进去了？因为玻璃是非常高温都 OK， 它很硬，可是很重，对不对？他把它变成气泡，所以他给我看，你看他后来给我带回来的，所以我常用记忆片，现在已经不玩这个了哈，那已经过时了。你猜啊，连个书放这嘛，我要给哈，我请别人给我拼，他过来，随便跟我讲，拿来给，啊，那叫拼啊哈，他们就叫我带回来骗大家，是骗，让他知道说，那这个就是木头，整个整合与三口一个木头，木也变成漂亮，可是它的韧度强度一定要够我们的那个机器弄过的。所以哦，那时候我是带了那个北科大，我们学校的建筑系不行，我带北科大的建筑系一起去的。那另外这位教授专门做什么？把回收的公共工程的废弃物做什么？马路的高速公路的路基，他们做的。所以你在他们的高速公路，没有速率限制哦，全世界就他们没有速率限制。因为希特勒当初开高速公路是为了要停飞机的，所以他是没有速率限制，而且完全都不要收费，全世界只有德国的。告诉我们，你看每一年他们一直在研发，有更新的，你可以看到，他就把这个地基里面全部没有水泥，可是全部用小砾石，弄出这个铺面，压实、夯实了以后再加上去各种不同的recycle的一些路面的材料，没有柏油不行的，对不对？你现在注意我前面哦，那个事情你知道，有九个什么铺面或什么的，沥青。对，所以那个不能就是柏油嘛，他们不能用柏油。那现在他们也是热到38度、40度，那个问题，所以而且他们出来就讲那个很毒的，不是只有白油精，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渣子。对，所以非常糟，他们蒸发出来，所以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就赶快研发，赶快洗的。后来我带着他们建筑师哈，一路他们建筑师有钱嘛，我们下了飞机到法兰克福，他说老师，我们去租车子，我下面就有这套房，我说你要什么？变成最好的好吧，你们有钱哈，变成好吧，快，他要标，听说给他们就标，所以我们就这两种标啊。
结果上面有些标啊，发现说360几公里没人，警察可以追了，大人这么简单不追的啦，说是你要守规则，后面有人比你快你就马上闪，我就让你就死定了，我跟你讲马上警察就会出现，然后警察再厉害的不要忘记你骑着那个北上去跳飞机马上就出现，后来我问到了警察局长，他说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多，因为看到别人，他说红灯都有角落，他们就有一个 sensor 不知道超速了，最近的那个马上你只要5分钟里面就要出现，他们在训练，我怎么能听他警察的声音，他们就用这个高科技的方式去找到了，而且大概会在哪个地方，所以哪个地方就是哎那个地方在你旁边，你有一个人去马上就可以所以难怪怎么会出现的？我们很多台湾的留学生哦，不知道，跑到看到人家的湖里面有天鹅漂亮，就去抓来宰了，结果没个10分钟以后，警察来敲门了，一个老太太看到了，她说：“哎，我没有做啊。”我说：“去厨房。”我还是来到了，马上驱逐出境。啊，为什么？警察也在旁边看到，所以从这里面看到我们的所有的。像你这里哦，红是木头的部分哦，木头每一个同学都有这个，你看到吗？就是不能有那个，就是连工作的时候不能有空气污染的，那个木屑是最毒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路人，哎，他就吸走了，吸走了，看到了吗？这叫做我们的技术学院的设备。我们中研院有吗？没，因为我们台湾的人民是不值钱的，只有官员的口袋才值钱。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而且不能有噪音，所以每天都要戴着，进去就要戴着。你看我们那个教授在课的时候也是要戴，就是一定要这是基本的配备。所以今天我们连电柜就要把省掉了，这是哪个国家啊？他现在要教育部说我们还连说不给学校了，补贴了。对啊对啊，你不补贴怎么活嘛？等于就是每个人就要加钱呐、啊，学费啊，这是不对的，是基本教权，不可以的。可是我们这样讲，是叫行动。我说要我行动，你都会变成了。我要懂，叫我今天把马英九拉下来，多一些才有用。你看，不是这样，每一个桌子下面都有。你看嘛，你看到这个，你看每次去看的时候，我带着他们去看的时候，打开的话，你这个没跑嘛？那给你看，在美国都没有，德国一定要。对，在美国，我们以前是工厂，德国是做一些简单，绝对有的。所以每次我带德国的教授到山里去看那个木工厂。他把两一条啊，哎，那花花马上就去看了，就是拿了口罩给他，他说不知道，你是拿口罩给他的，我说没错，因为他们都没到口罩嘛，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基本配备嘛。他说你们法律没有规定，说没有，所以我知道你来看，他看到你受不了，我妈先给他再说，你就不要讲话，我知道是这样的，那是基本，就像你吃饭就是要筷子一样的意思嘛。那我们没有嘛，所以我们真是弱，我们还在19世纪，中古世纪啊。我也19世纪很客气的，所以搭这个建筑系都会做模型。他从这个模型里面，他们就要求了，一定要是低耗，而且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你看它都是要涉及到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的材料，而且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每个地方出口、进口都有热水槽，你完全应该洗干净才能出去，因为你脸上可能会有，人家会吸进去的，这些都想到了。因为在吸毕竟过程，可是有时候一些不小心还是会，所以你要出去前，你要先洗干净再出去。你要是这样保护他们的孩子，我们在做什么？所以一定要，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不是大家共有。我们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那个眼罩，还是好好罩，罩一次不可以。然后就是刚才所有不是不用避免叫他一会马上进去，马上就事情。那这个拿到哪里做比赛？大家看到吗？就新的建材。所以材料不怕，所以零费就在这里了，真的零费吧，零费生活嘛。唉，真是后悔了。他当初是博士班，所以他英文很好，所以他帮我负责，帮我们这些同学们，有个大的建筑系的。我很早我们就说博士班，因为大学生不行，不够，要硕博士班的学生，他们有经验的，再带他们过去，去跟他们，后来我们交流了，互相交流，所以他们过来，我们也过去，他们16个同学来，然后16个老师。一对一全部过来，他对着我们同学，所以我要求我们的同学，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开始，你跟他那个，就是在一起来办，而且后来连那个华大，
美国的华大的 Central 教授也来了，华大是唯一美国在做绿建筑的，所以我请他过来，所以他也带了华大，那他又带了 Austin， 因为他们一个教授师做的那个绿建筑的教授是在 Austin， 所以 Austin 大学也来了，所以等于四个学校合作盖那个房子，所以很感动，真的成就很不错。所以我就带你们去看华大客户最高的，因为他华大客户是一个金融中心嘛，所以他最高的楼就是这个250。可是就因为这个叫做那个 commercial bank， 可是后来他有个金融大楼又盖了一栋金融大楼，发现说你能把不过可以弄一只上面用的40公尺，我就变成最高的可能40公尺。我说你在那干嘛？他说只是说我比较高而已，所以你有虚荣的，毕竟是虚荣的。他说虽然都不能写颜色啊，他说这人总是虚荣的，所以他们要是一个比较高一点点的，因为他觉得比较高的或者是 over 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总要需要他把这个门根，然后会看到有根的哈。而且你看到他们所有的 building 里面，这个是他们的那个金融大楼，就是中国的全世界最大的还有那个 bank 都在这里，因为它是最好的一个示范哈。你可以看到他们不浪费，他们说两边套讲的他们大家不会给的，所以一定要是质量采光质量通风，它中间的铺就变成大家共用，所以其实这个都好几家 office 就好几家公司他们住的，两边中间这个地方共用的，这共用 computer 共用的那个是 copy 机都在共用，不要浪费，所以中间就是共用，他们是这样的空间规划使用，然后每个一个 block 就有一个咖啡机，就是咖啡的吗？对，咖啡 shop， 这个看到了吗？40公尺，所以它是240公尺多了一点，好，多了一个40公尺，相当于是欧洲最高的楼，这个大陆这个英国不算高，英国它不算高，就是还高，所以从这里看到，它是中间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看隔壁的，那隔壁它是老的，他们就开始跟着要去改善，所以他们有规定嘛，你旧的你要就是他定了你今天每一栋楼你每个月你的耗电量多少你要算出来，所以他们在2006年定了一个 energy passport 出来了，他先跟你宣导，好，他就跟你讲了，六年以后2006我就有 energy passport， 现在所有的你的建造要跟我申请，一定要他一定有定的那个每平方米多少给我多少瓦数的电要算好，所以说每个建筑师你要设计的时候把它算好，over 的话你不要想你建造哪个，它是用在所以 energy cost 我现在在做能源税能源费不如从这个把它压，一建筑你要从这里开始嘛，你定个 energy cost 嘛，能源护照啊你 over 就不行，你自己算啊，我们算算看啊，所以你能源你干嘛你要算出来啊，你建筑你干嘛你要算出来，你转招沾沾大家合起来来算啊，我们多少才可以才可以减低多少的 CO2， 你不可以这样浪费嘛，你刚才的话那个不要给建造那个建筑师就这样耗品嘛，很简单嘛，所以你看他们的设计就是这样，没有人在用共产党的，这样的话我每一面都可以，这是最重要的那个效法的二层，所以他们每个面都要用，而且他们最重要是用颜色，德国一向都用颜色区分，所以他就知道我这个我不喜欢用什么楼什么楼要名字很了不起的名字，中山楼啦，什么逸仙楼啦，乱七八糟的，或者是司令馆啦，什么什么的，很奇怪，好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白天不可以点灯的，所以生态类建筑是白天不可以点灯，而且里面一定要里里外外都要有绿色的植物，你可以看到吗？你可以用植栽呀，我没有告诉你们一定要用土啊，不是在地底下的土啊，你可以用植栽，植栽变很大了，都这么过啊，很方便啊，这怎么做的问题？所以每个地方都是。白天是不可以点灯的，点灯的话你拿不到建材，就质量采光质量通风是很重要，所以你看所有的建材所有的都是这样规划设计，所以不可能再去火柴不可能嘛，中间一定是暗的嘛，所以一定是各种不同的几何图形去想办法去盖房子，所以在英国才会 Norman Foster 搞一个 Duke Cameron， 就这样像一个什么那个小方框一样，它也是要每个地方都要啊，后来 Norman Foster 也跑到我们国立大学的图书馆去盖了一个图书馆，可是他不太懂，因为英国的气候是海岛，国立的气候不是，所以搞到后来我们去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气得半死，他说：“小弟，我闷死了，我受不了了。”
所以不能开冷气，什么也不可以有冷气，都没有冷气的。你要强到啊，是啊，通风是啊，采光啊。他忘记在柏林，他们没有像海岛那风很大，所以你要算准啊，那概念准啊。所以 Google First 其实很失败，这个柏林大学的图书馆是烂到不行的，大都不敢讲了，还在摆崇拜，不必崇拜。所以你看都要有，对不对？所以都是讲，很多都是三角、三角、三角，一个角落之类，你就有办法就弄到这样子。所以空间是这样用，这是就是欧洲最高的，这个金融啊。而且每一样，你可以看到每一样每个地方灯，它都是直接，而且这是下面的大厅，中间就是中庭，可是中庭不下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利用到了，所以空间是这样利用的。而且你看啊，因为它是金融的，看今天的那个报纸写出来五十多少，很重要的，好认真在看我这两个努力都不行了。后来我们的一些同学受不了，我都把它改换一个换信啊，所以那这个人你看一直查一直查查不完的，他都不停的那个。那你怎么厉害了？不是了，他是把所有这个建筑物剩下的那个铁啊做成的。所以不要说浪漫民族不幽默，其实他们幽默，他们幽默不一样。所以不像是美国人那么逛了，他们是这样，很有趣吧？那剩下的铁太多了嘛，他们中国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六千大公司，而且他们跟他们没关系的事情，连那个报纸也都是有人做出来的，那就有办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三角从外放，所以为了拍这个，我要跑来跑去，刚刚讲就很牛皮，经过一个很大的公园，然后拍完以后再跑回来，是这样的，才能够拍到这些好多的景。可是很拍的时候是很过瘾的，所以没有拍到。所以这个就是，那他们旁边就是最古老的，就是河嘛，就是他们的河，三湖那边河，是从大英一直过来，那方面已经不是了，可是同样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小朋友们、年轻人，这个就是高中生啊，来打工啊，做那个，一来是用这个脚的，就带你走的，刚看到那个。那这个就是建筑师哈，给就是他给那个 boss， 他建筑师，他带回去带我上去就拍了。你公司有访问他的？就是我带他们去的。对，我带他们一起去的，所以才会把他那个给他出来。而且你看。他们在这个啊河边，他们是出来的吗？他们那个走道楼梯旁边有一个，对不对？是什么呢？脚踏车可以摆，还有轮椅可以摆，不像我们咔咔咔咔咔咔咔，因为他旧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去弄电梯嘛，所以他先就刚刚加一排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哦。所以你在沿着走的时候，你的脚踏车就可以沿着这样，都滑，对不对？嘟嘟嘟嘟嘟，这样这样，他就多了一排弄出来，然后轮椅也可以用这样。所以你要想到说，为什么人家做得到，我们做不到？而且每一个他们在每一个那个大的 building 的一个规划图、一个设区域设计里面，一定要有水池，一定要有绿地。所以就这样有一个像公园，其实是大家一起用的。哎，这次你要感谢台大，现在是杨汉池还不错。那天去认识董事嘛，我说哎，我刚走过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以前的那个旁边。德国那个美国的航空队不是有两排，就一排那个旧的航空两层，我说你一脚太广了，刚起来嘛，一共，老师让我先把那个弄掉，不要做绿地，一个 campus 居然就这一百年内的 campus 居然没有绿地，简直笑话，所以都会变绿地，然后他才是人选队，所以以前的女士真的不懂，国美资格学，哎，上面都是很多都有学嘛，那外面有什么学？所以我们一路在这边跑跑去看哈，那这个就是一个企业，他们要求企业先负责，这是奥迪的汽车工厂，我们去到奥迪就在那个法兰克福开车的一个是一个小时40分钟，就这个地方英国是大，是他们奥迪的工厂，还有行政中心，那是他们行政中心叫什么？太阳能板，全部他是企业先做，所以他们新的行政交通长是就这样去的哈。啊，就那个形象中心，它就全部这样子新的设计，这个生态建筑，这个真正的生态建筑。那个林先生讲的那个是假的，都我没告，是后来九大指标害得每个建筑师已经气到不行，要不要重？他自己也不懂嘛，他偷我的东西也没偷好。我好你干嘛？我你个跨国的，你天不跨国的，干嘛我叫我先给你还原嘛？他说我没，你要穿九大指标，那不吓死人吗？
老公在帮我们吗 ？OK， 国企对不对？嘿，西门子，你去总部就看到那边，然后我们的厂商去那边，到底去找干预总经理。他说啊，改谁？他说他是我们最好的 partner， 他是台湾最好的 partner， 为什么我不可以用他的国企？笑死了！所以他们在报纸就写出来了。那一边让我们觉得很容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奥特。一个企业，你先做一个范例给我看，他企业要先做，我这里就不要想生存。所以德国他一直生存出来以后，企业先开始，企业你可以带动我们生存。我这个话，我有各种不同的嘛，像征税、减税，各种不同的方法，我给你制裁，看你要不要。他们是无理取闹，所以你先弄好我这个，我就可以把你没有污染，我可以把那个税就减掉了。他们说你今天汽车你可以用的话，这么漂亮的汪南，他的那个都进来，当年就在这里，他们出来你可以录 ，yes， 来录，我们这个来录啊，很棒对不对？因为经过了，我们要进去拍一下，这是他们也得产生的，对，所以这是他的那个，所以你看他们城市，他们一直都因为经常这么有名的哈，绝对每年的夏天多少人在排队挤满的。绝对不可能动它，绝对没有新的建筑，看的都是古老的。人家来了，花那么多钱坐飞机来，就是要看这种啊。我只看了一个我们家一样有的水泥建筑物干嘛？笨蛋！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弄到别人喜欢的，我们这边的，不要盖那种别人有的，自己在地化的建筑、在地化的文化、在地化的饮食是他们最爱的，可是不能太脏啊。厕所外臭，我们已经尿遍了，所以这个时候顺便带你看一下哈。这就是那个白鹿，就是汪南这个地方，就那个国王帮他盖了这么多的，所以变成以后全部都是要听歌剧只能在这里面背。他的歌剧。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今天一样，这个就是生态的建筑，就是以前都是没有水泥啊，都是石头嘛。后来我们生态绿建筑哈，就是 B 号，我们叫做 B 号的，不然叫零号的哈，不然就是五个元素嘛，石头就铺在69号嘛，就对了哈。再来就是那个水，就是土烧的砖墙，或者是瓦，或者是那个铺面。再来就是那个玻璃、钢、木头，就是这个这些矿。然后扎手进矿啊，就中国人没有来的时候，没有水泥的时候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个都是啊，都这样砌出来的。而且因为种树这些一定要，因为它会吸水，我们需要它做我们的地下水管，就吸进去渗透进去。水泥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在这生态城市就在这里，就不用破坏嘛，你就把它修复。那现在我们不是里面修复什么卫生设备，就把它敲掉嘛，厨房嘛，这两样最糟嘛，其他都 OK 的。你卫生设备弄不好的时候，那个国家就觉得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卫生，台湾的卫生没好东西。这是国民大学校长，后来是内政部长，国民部长，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像。他今年的三位博士肺癌，所以我帮他了。他就在他任内做的这个，他看到这个有趣吧？就是柏林在建筑在变革那个统一以后，那个围墙，就以前死亡的地带的围墙，全部开放，就是要大建筑嘛。所以变成会你挖的时候会有水，对不对？不可以流出来。德国是建筑在柏林绝对不可以，因为建筑把水流出来是不可以的，所以是重要，所以你要用这个管子。拉出来以后，拉给看哪一个建筑先用，要不要一定要用水先抽出来，然后要有水的，我先给我用，等我需要的时候再还给我。大家互相看一看，用这样的一个政府来管制，政府要管的是这个事情。就他们的自来水跟水利署，我们在干嘛？管的都是不该管的，他该管的不管。像这个就是，所以每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哈，他就写了，像这个就是消防用的，他说这个都是。这个地下废水，那猜猜这个是什么？看到吗？那没错，公共厕所。所以他们的公共厕所还在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国王，就是他们费那个费德里克国王的时候，他们的厕所。所以你看，每个他们都会写，这个就是那个回收的地，就是废水回收出来的水，它会标明，可是已经处理过了。所以我发现那个顶新，我就要求你哈。因为德国他们回收的，所以你看，这个都是公共，这个是那个埃斯坦的那个管道。
不要忘记，德国是要很保暖，他们是不怕热，他们是怕冷，我们是倒过来，所以不要看了这个就破皮。所以他们是可以用水泥，我们不行的，热到不行，它是很冷。柏林他们冬天是-21°C，这是在很多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所有人可以看到，所以大卖场都在那样，所有人现在就是建材啊，全部都在这里啊，你就买了自己 DIY 就好了，还有像我们这样，所以那个门窗也是啊，全部都是 DIY 装上去就好了，而且当然一定是用水泥，所以柏林房间都是这样，大致这样，因为很多了，因为我们主持人说洗干嘛，喝的来哈，所以我先停一下，那看到厉害吧，这就是热，对。所以太阳有热跟光，这个利用热能，这个其实是在200年前一个牧师，就是英国的一个牧师，因为他的爱采矿，结果他每次在教堂不是做礼拜，就是为爸爸做那个梦也是，就又有人采矿又死了，所以几乎他们村里很多男生好像都是这样，所以每次在教堂他每次都要为他们。送他们走，他已经难过到不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弄吗？一定要爆炸这样弄吗？还要这样弄吗？哎，发现为什么？他就研究了一个这个，就是彻底 stereo， 他就是发电机，他是机械，他利用我可以利用热去把它动了以后，我就可以发电，可以做我的 power， 可以我的动力，就是这个200年前，结果我们今天不用，我们都不用机械，居然用核电，我不能。要便宜又好，你看它的热，一杯热到今天你看多久了？那就回我回停啊，所以你看多好，对不对？一直累的，这么小小的就可以这样的，所以用这个就可以。那你是最好又回归到一些我们物理性的，不要再搞那些化学的。那我今天实际人在啊，化学还是化学还是学的，对不起，对不起，这还是我们的今天。所以鼎鑫就是买那个费油丝的吹下。跟我没关系，那个费油丝用科技，然后他还有要回收哈，我顺便提一下，他回收废油，所有的废弃的油回收以后，不管吃的也好，回收以后他是做什么机器吃的，所以他的机器吃的也有，对，甚至柴油，所以机器吃的，所以一定要他要把它弄得很干净，所以鼎鑫居然懂得去，只有唯一买德国最好的就是那个把它弄得很干净的那个，因为机器吃的不能有杂质啊，他就要花钱。我以后就要回，原来只有回我们家用去，哪有没有机器吃的？从锅炉到那个所有的，只要是吃是油的，只要是生产油，就是回收的油。谢谢。非常感谢这个环保啊，做的也非常辛苦啊。哦，今晚阳光，给我们介绍这个德国哈。其实德国是在这个。全球因应这个气候变迁，那么去做这一个节能减碳、发展再生能源这一个绩效最好的一个国家，那么他把这一个实际上到这个德国那边去，那么把德国的一些这个绿建筑啊，他们这一个怎么样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一些这个带回。国内和大家的一个这种分享，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有意义的哦。那么其实，在2011年这个日本福岛核灾之后，那么德国就很快做成在2022年之前这一个。所有的这个核电厂呢，都要这个除役的这个决议。那么他们基本上呢，就是去发展这一个再生能源来取代这一个核能特别是刚刚有提到像西门子，那他们就去发展这个风力发电，然后到国外接单，然后这个他们。特别强调他们这一个本身呢就会去做这一个一些这个 R&D 这一个技术的这一个创新，去提高他们这个产业的竞争力，然后这个发展再生能源那不管这一个风力发电或者这一个太阳能发电，
还有国际上都是哦。那么这一个，特别是太阳能发电，其实台湾的条件是比德国好的太多了，但是他们一年，这个太阳能的这一个装置容量都是以吉瓦瓦在算的，哦，一个吉瓦瓦是十亿瓦，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推动的这一个十几年，那么在那边喊，那这一个2009年呢，通过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可是我们到现在，我们的这一个再生能源的这一个发展是非常非常的落后。刚刚这一个徐教授的这个报告，这一个指出来，我们现在这个再生能源，你不含水力的话，再生能源的发电占的这一个总量1%都不到。啊，其实你如果是光以这一个太阳能来讲，一个吉瓦瓦都不到，我们都是以每瓦瓦在算的哈，每瓦瓦、吉瓦瓦这个是差1000倍的哈。啊，对嘛，啊，所以这个。每一次听这个我们这个阳光阿嬷的这个报告，真的都是感慨良多。那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看看这个各位有没有什么这一个问题要提出来，向我们两位这一个主讲人啊，这一个请教，我们可以做一点这一个意见的这一个交流啊，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从他们刚刚的这个报告，那各位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没有，我有一个问题啊，请说。这个是一个哈，在东柏林哈，因为东柏林现在开放以后，他们所有的学术单位全部集中在这里，然后弄了一个整合起来，在做气候变迁的，从建筑开始，然后监测。各式各样都有，还种植物理论怎么样？而且它是联合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是，所以它用西班牙的他们的房屋的规模，所以他们做这个，然后请西班牙大学也一起来，马德里大学，他们联合起来的部门，再做一个怎么样可以整个就不用再耗能，就气候变迁我们什么部门怎么去做分工都在这边，没办法，你们继续看，我说一下。哎，其实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有点想盖房子了哈，所以我就会去到处找建材了哈。我发现在台湾呢，要找这些建材还蛮困难的。那可是叫我都用德国的建材，对不起啊，好心痛啊，可能也负担不起啊。好，所以我是觉得，当然，我觉得假如法令，变严格之后呢，其实我们因为其实这些建材说实话应该也不到那么困难的地步了哈。台湾的厂商要做应该不困难，但是没有人做，基本上是没有人做，所以或许也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的味道。我要话说都有，是你们都不来买，他都挂了啦，我一个一家一家挂了，他们现在都用活的是跑到中国去盖的，你们都不用啊？不是，我现在才想到要用啊，我以前没有要用啊，都不来找啊，不是有吗？木头也有啊，你三个木头也对，都有，而且连那个石门水不得进你，所以请大家来嘛，我现在已经是记了，每次来采访我一定要跟我跑到宜兰礁溪拍我的房子，然后白沙又拍，然后又拍到桃园，我现在到南方转，又弄了一个风力发电，在灌溉，我把用农业也弄进去了，因为桃园是缺水的，做了农业我才发现，天哪，因为有机农业都有问题，我这自然农法就回到65年前了，你知道吗？就会发现宜兰，我现在宜兰发现啊，宜兰是都会淹死，水太多了，这边一挖都是水，所以它干不掉，所以我用那个宜兰的经验跑到的，好了以后就是桃园啊，干死了，那就是要去宜兰盖房子。一样水不够，所以你要盖的时候一定要懂，因为它就会变水。他们当中有，我让他盖了一个一所，他看到我们那个芒草哈，叫火，他的火可以贴的，然后我就想办法包好哈，然后可以跟张去。一能力再起来，他就长大块。以后你那白眼花吗？他因为看到我们，他说你那个
种或者是黄吗？就是粮草。对，农夫最恨。他说：“哇，那个做甲板最好，你们为什么要吃这柴油？要去种那个油菜花籽？油菜花籽的土地应该种给人吃的，不是应该给汽车吃的？汽车这个你们那个啊，切肉啊，就是那种就是甲板，甲板就是你们的吃的柴油啊。”所以他就不盖了，我就让他偷偷盖了一层包起来，包得很未有发现。所以他就种在，你看看到他肚子，他那那一掌哦，是阿年郎哦，没人在搞对不对？两年才长那么高，你看到吗？我们不是啊，我们每年不是每年啊，十年就长高了。我在做农夫说知道哈，那谁每年卖去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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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他的那个，我要做对美的哈，所以我逗了，我不要骂。是都有，可是因为我们什么水不能进你，所以我现在已经生气了，干脆来，都在搞开养美，请大家请。我刚弄完了，我在想，旧的工厂，我全部把所有的材料都在那边你来搞，全是 Making Time， 我全部把 Making Time 都讲，从太阳光电把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个绿建材都在那里，那木头更多，我们有多少的木头都丢掉，我都赶快去拿来，所以我都教那个建筑系的孩子，我们自己改，我现在还要挑战。货柜有多少？所以 K line 他说 OK， 有20尺的，那40尺来可以。就我会教大家用货柜来盖房子，因为用那个钢就已经是最基础的结构，对不对？我们家叫什么？台湾有多少台湾山啊？对的，我们森林都有，可是都是豆腐田，那就把它切成黄的。白沙湾那里就是用那个，所以你看，这个是他们，他这个是带武器，他们德国最大的。太阳花电厂是什么呢？下面就是小麦田，10米就是太阳花电厂。那为什么追日型那个就是新人弄出来？因为太阳太少，他们一直跑一直跑。你看就是那个，就是新人，他是结整合所有的企业一起来研发的。我们的企业没有整合，因为政府不理他们，他们只好自己累得半死，结果都挂了。地方政府一样啊，好到哪里了？我都已经生气了。只有宜兰真的很棒，所以宜兰现在。有去下雨，一个个都很好，而且这次去才知道，他们好几个人去下雨，好像那个最好的就是便民国小，我已经全部都弄好了哈，所以你们可以对，包括雨水除虫，小朋友都看得到，所以你们可以到，只要一来去，我们到便民国小上班，我全部把它们封闭太阳能跟雨水除虫器，我现在只缺了一个地热的，所以地热是政府要做的，请注意啊，所以可以去溪水去看，一个 mega 现在做，可是本来是今年9月要发建造。那个是已经讲清楚了，合约都有，是不必要黄评的，因为他已经挖了19个了嘛，他应该自己挖的嘛，以前就有的了。对啊，他就有的去弄嘛，他先做一个 mega 作为一个示范，所以那个刘老板就赶快去标到了，那我们也想去标，我们慢了一步就没标到，他就搞这，我刚才就帮他比较简单，所以结果虽然快啊，他一年里面他就是不要黄评都有了，签约也签好了，他县政府就是他没钱，所以要 ROT 嘛，所以他自己全部出钱了。啊，技术他也有，他的技术是美国给他的，美国是个农夫弄出来的，很便宜，比西门子便宜太多了。所以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西门子，就用他的。啊，他也拿到了，跟美国拿到了那个农，就是那个管理的知识权，对专利权，他3000万拿到了。啊，那他还可以允许他到东南亚去弄，所以菲律宾也在等他。可是他以为这样一年就 OK 了，投资我们算算这个利益，因为通常专开是利益，他人民币专开很多，这种倒动。结果他故意来的，又来了。那边局还去跟他说：“你要环评，环评之前你要做居民的说明会。”他说：“老师不要了，我们单举报公民一样，就跟居民大家同意了。”同意完了，环保署说：“对不起，我们一年后才能做啊，就是环评。”对，他说规定的，没有嘛，现在有新的规定。所以啊，县政府他说他没办法管这个他们那边这个是中央的。对，就现在就变成他的。本来球院建造要下来，我们明年3月就要运转，没了，还要再2年，他已经烧光了，是不是防空问题？他们同学也都拉进去，后来他们同学带着去，他说我打了几弄可能接，然后贵也贵，弄西幺六，就是这样。你说呢？不管中国国民党敢走，我们有办法嘛？那把终结掉才有办法。关键是在中国国民党嘛，以后邓颖留后啊嘛，其他乱党留后也没有。蒋介石是我们那个年代是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我们也怕死了。那后来蒋经国那个白色恐怖，我是当老师的是白色恐怖，我们也害怕，所以也不敢乱讲话。以前我才不敢这样讲话，不然我要进去了。
为什么不能不给？告诉我，我不能了解，所以为什么没有教育？大家不懂，大家不知道嘛？你对家政员也不清楚，对不对？那不知道核电嘛？就跟他干干干，你知道今年干干多少网站？而且我最不能原谅是央企员，我顺便骂一下，他居然跟我在那天津没见起来，我倒不在意。你央企员就像中华经济学院哦，你居然董事长讲说，哦，台湾的太阳哦，这个不可能的，而且你看看他那个太阳是不可能的，你看看中国最好的例子，他误导发生以后不是311吗？后来二月十一号，本来三月就2001年三月误导发生的时候，本来那个时候。德国要大选了，要开始选了，啊，所以他们本来是想在演绎，因为很多的那个，因为金融风暴以后，很多的那个公司哈、工厂哈挂了，所以他们需要演绎多一些工作机会。结果他们就五月大选，全部哎，每个选民都给他们票，啊，没有吓到我，天哪，我们怎么办？赶快宣布王费德票给他，他今天还在打。因为他宣布废核，然后杨前居然说：“你看啊，那德国放废核以后，现在他们钱不够，电不够，夏天热的时候还要跟那个核电的法国买电，笑死人都败了，真的热到不行。结果法国的那个所有的核电哦，到了30度以后，这个他徐光老最清楚，根本热到不行的时候不能运转，我注意啊，他们已经。”我最阳水尾塞就停了，就只好靠德国的风力，就太阳能的电，它剩下卖给他们度过难关。是倒过来讲，这个梁启，我倒重新讲给大家听，也写了文章给大家看。他就躲那边也是，他就赶快酸了、啊。刘洋会有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我赶快提啊，他就酸了，来不及，我得写好，你要弄到网络给大家看，就是这个，都是他们这个卖国卖台贼了。他们拿了钱昧着良心，你可以这样吗？而且更好笑的，他们居然说那天李远哲，我们在台大的那一场，李远哲居然跟我讲何去何从，而且杨校长因为很客气嘛，请他先讲，他讲到半路，结果他说他有一个美，他去美，他不是开会的，他去美国的，他朋友哦，开了一个电动车，太阳能的电动车来，跟他说我现在都有这个，他说你们台湾呢？他说因为他是美国，我们台湾还远的呢，你说呢？我自己，我的油艇都用太阳光电板在跑了，在高雄送给高雄客运站，而且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多了，而且各种各样，我们做了一个70个人，像高雄那照爱的，就是我们做的油艇都可以，太阳能的汽车早就有了，不做没有。居然我们的李院长那天我生气了，我打他脸，我说李院长，我已经看不起我们中央研究院，我们可以拆了，而且你讲这句话是太过我的逆天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对，现在已经不是了，请不要再误导，就是这样。专业院要不要拆掉？要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先在这边这个预告一下，我们是这个1月23、24嘛，还要办这个民间的晚会。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除了提到这一个再生能源，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有一个有序的这个有序配合的这个能源政策，一个完整的这个政策出来，然后从这个需求面再去深入的探讨。需求面就是从这个节能减碳这个需求面的管理，那么供给面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开发这个再生能源，那另外呢还要配合这个制度面，那这一方面其实为什么我们的再生能源有那么好的这个潜力，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展，或者像刚刚为什么这个提到这个地热这一些，它会一直受到这个阻碍，这个其实。是我们整个制度的问题哦。那这个对这个制度，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特别会提到这一个自由化这个能源自由化，以及这一个一些相关的这配合的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一个绿色税制的这个概念。
因为如果这个能源，特别是电力、室内，如果没有办法自由化，我们要推动这个再生能源，真的那个是非常非常困难，难于能源，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希望说，到时候在这个民间能源会议，大家多多发声，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特别选在这一个这个全国能源会议？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全国能源会议其实很多都是早就预设立场，就是为了这个合一、合二、合三的这个研议，甚至将来合适再重新这个启动做准备。里面还有一个，那其实就是要推动这个浮动电价机制，那个会给台湾带来非常大的灾难。到时候这一个浮动电价机制让它通过的话，那会带来比浮动油价机制的这个对台湾的伤害更严重啊。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希望说民间的这个人士啊，大家到时候能够这个踊跃的这个发声啊，特别像我们这个阳光啊，这个看着好。因为是多大的？对，但是你可以出席。谢谢，终于有机会让我出席。哈哈。好，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个时间事实上是已经到了，不过我们在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保留一个问题，有进就有出，听了就应该有问题。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说我有一个心得，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的，就可能想请教各位老师，因为那天在咨询那个，经济部市长的时候啊，他就讲说，如果台湾要像那个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里面写到可以减零39%的话，一年要花2000亿啊，就是他们讲的那个，这东西一年还是10年？对，就是说，对，就是他们的这个数据。然后，可是我同时又反省到说，因为像刚刚老师讲说，我们一年大概花2兆在采购能源，对，假设我们能够节能10%，那一年就省了2000亿啊！所以他拿一年如果花2000亿，跟一年省2000亿，其实是可以省下来的2000亿就是永远的。对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对的，就可能请教因为我怕随便讲会被打枪，就请教他们数据都是骗人的，就跟马英九讲完全不能相信的。我跟你说，你看看赖声川一个晚上1亿2000万，我就那个给我就可以由离岛的那些他们那几家全部我送给他们太阳光电板航空里二合一绝对够。再来他已经两个晚上，然后再来花博花了多少红饼，那个全部给我用，我连那个台湾的原住民的部落先给他们绝对够，就是二合一蜂蜜跟我是小风机跟太阳能绝对够，我还不必用到地热。Peace OK， 现在学生也都会了，会装了，建行大学的孩子们也都会装了，可是没有机会，而且厂商都是台湾发电板是行销全世界是第二位，全部在这里，连台国际德国的国会大厦上面的也是茂迪的，所以他每次来他说你们在干嘛，我们国会大厦用你们的便宜又好，你们自己为什么不用，他不能理解，你也不用这么谦虚，他们跟我说，你说呢？是谁的问题？国民党啊，让他下去啊，终结才有办法。100年的老店也该打烊了，不是我讲的，是邱姐要说老店要打烊了。我想那个数据绝对是会有问题的，这个骗你的啦，你快试一下。因为国际上在讲这个节能，在讲因应温室气体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节能减碳，那他们就特别提到这一个，像提高能源效益、节约能源，其实是一个无悔策略。这个是
国际上的研究早就已经是有了共识，所以无悔策略这个 no regrets 这个策略，就是因为你节能减碳的话，其实它是成本最低的去应用，所以不可能像你讲说好，如果要达到那样，那么一年要花2000亿，这个东西，我想他们有很多数据是经不起检验的啦。就像他们在讲，为什么这一个核能一度只有6-7毛钱，那个东西，对不起，其实都是几块钱，所以相信吗？这个是最有问题的。最近我看到一份资料，是在2011，就是福岛核灾之后，法国做了一个核电的成本的 audit， 他算出来核电，法国的核电哦 operating， 好，连他的建厂那些成本呢，大概就是一度要快3块钱台币哦，2.8块左右哦。法国，而且法国是很多电厂是同一个类型的，所以它应该成本更低。哎，它是规模经济，那人家是把所有的建厂的研发什么成本都算进去喽，土地的成本算起，有办法实现。对，他们只有营运成本核电，所以他说尤其而且是尤其最近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电厂越来越高。而且水又不够，要加水费。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讲的。OK， 好，我想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今天就谢谢各位出席我们今天的这个环保茶话，这一场。